Baby， 你在忙什么啊？我最近开始学习投资啊。听说投资权证是最聪明的赚钱方法哎。权证？什么是权证啊？你要投资？你有做过研究了吗？当然，虽然才知道权证一个月，但是我早就准备好万全的功课了。毕竟 time is money， 快很准才是赚钱的关键。是时候该见识我投资的脑袋了。OK。3天。我在研究怎么赚大钱。你知道最近权证很夯吗？所以我要好好做功课，掌握风险。我可不想要一丁点损失啊。宝贝，你看这个成不成？你这么谨慎，我想应该会成功吧。亲爱的男朋友先生，这一档权证你已经看了3个小时了。让我想想。快点告诉我，买还是不买？我说，让我想想。你是树懒吗？昨天买一张，今天买一张，明天再买一张。Come on， 权证这么便宜耶，你还要分那么多天买，一次买买不就好了 ？No， 那可不行。刀要慢慢磨，功要慢慢练，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。